哈喽屏幕前的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半仙，欢迎收看今天的秘密世界。今天我们玩的是五滴血跑酷。话说这个五滴血和一滴血有什么区别没？按住潜行键，咱们杀个吃。我就不走那边，我就走这边，你看我的。哎嘿，小伙子，你还是太年轻。再来一次，我走，我走。现在这个鱼它都成精了，它都可以直接跳出来咬我脚丫子。嘿，我走。我再给他一次机，让你看我超能力的厉害。要不是锤了你们之后，我无敌会消失。我这上去就是邦邦两拳。这儿，这一关一定得斜着跳。你看，你看。斜着跳，他就不可能是我。噔噔噔噔，一不小心，噔噔噔噔，他就过关鸟。噔噔噔噔，噔噔噔噔，噔噔噔噔，慢一点，走，再走，往前。这个咱们只需要这样横着走。这样看不太清啊，这样看得很清。哇！哦！哦！哦！这个咱们是不是要换个视角？哦！对对对，有的时候换个视角。这个问题就会变得非常简单。搞我心态是不是？作者，你别逼我跪下来求你。哦，红灯停，绿灯行。黄灯亮了，等一等。哎呦，这下面还有那么多报纸。小梦梦，你就在后面慢慢吃我的尾气。旋风冲锋，龙卷风，嘚飘，嘚飘，嘚飘。只要咱们贴着墙走，哎，这一关更简单。看好，打我！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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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打！你打我！你打我！过来尿！走这边。走这边，我这掐指一算，我就知道这个路肯定是这样走的。它是一个小迷宫，想走错都走不错。我出来了。哎呦喂，那这样梦梦他这不就占大光了吗？来来，我看看他跑到哪儿了哈，让你们看看我这个盲狙到底有多厉害。我不看到他人，我直接可以把他给送回家。赶快走，赶快走！咚！还在找我呢？你瞅啥？瞅你咋地？在这漏下去。这他想回去，这。可以过来也可以回去。
铁汁打了你之后，这不白打，给你星星吃。哈哈哈，你又上当了，星星是我的。那好吧，咱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嗯，你们熟悉的皮皮先又回来了，是不是？